光复。然后我们其实是反其而练它。这个我是比较俗气的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其实自己不会写歌，其实我写得很好，但是我就没写过，所以我就都唱人家的歌。那就是这可能就是生活环境的问题。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唱英文比较高级，但你知道人往高处爬，所以我就一直练这些。其实今天要出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突然觉得，我为什么要唱英文给中国人听呢？不能这样讲，台湾人。而且我没想到来一堆老外，这到底该怎么办？所以。这些都没关系，他说中文哇这么好，在外国人面前唱外文简直就是，但是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个歌是我们对的，其实我也只是说说，你也没有在意。不过这个歌是来台东来都兰以后才练起来的，然后当初跟我们练的鼓手，他其实已经在两年前就因为吃太多肥肉，心脏病就脑中风就死了。心脏病、脑中风，就是是两个地方。他因为心脏血管堵塞，然后就是脑就缺氧，就中风。然后这个鼓手他其实影响我很多，但是跟你们都没有关系，你们就听听就好。这个歌叫做 Georgie Porter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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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唱英文的时候才觉得情感有被奔放，觉得很闷。那这个是我们还会自己在检讨，就为什么我明明是中，不是，我到底是谁？这个，好，下一首，我们要来唱那个。因为我觉得我被那边唱太 over， 我想请郑先生帮我私情，然后，我好不用拿，我们交换位置就好。应该原因是因为。在学着怎么控制我的，看背影就
就好，看背影就好。因为这边看不到，但是没有关系。Isn't she precious?